娟儿，Hello， 哎，在寝室。嗨，就是，哎，你猜一下是什么？我先不给你看。我猜是我们上次拍的那个时尚杂志的那个，就是。这么快就猜到了？哎，怎么有这么聪明的人？来，先看一下。哇，你们这个是说实话，我评为 MVP 的那个。哇，这太狠了！你们这个，你知道我和那个杨浩明那个像什么？就像村口讨债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，那个也很有味道。那太搞笑了，那个是更跨次元。希望这个礼物能陪伴你，谢谢，最后走向那九层妹子。谢谢谢谢，希望他给你带来好运。哎，这个过分，哎，太过分了。来听犯罪现场。加油，拜拜。